Hello， 大家好，突如其来的更新又来了。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一台机器啊，大家仔细看看这台机器。当然这个机器不是现在买的，买了非常非常久了啊。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台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视频里可能看不清啊，给大家上一张图啊，大家根据这张图来看一下这台机器是不是有问题啊。好，那么我就来直接说吧。这台机器呢，就是玩宝丽来的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一个东西，叫 Y 机啊。这个呢，就是一台 Y 机啊。这台 Y 机的来源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廊坊 Y 机王张更元啊。这台机器就来自于他。就为什么这台机器还会在我手里呢？就是他卖完这台机器给我收到，我就发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机器不仅是拼的，它还有别的问题。我那时候拿到就要走，确实来不及啊。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那家店给关了。这个呢，你退也没法退，你就什么都没有，他店铺都已经关掉，然后而且呢，他的保证金根本就不够，这台机器就一直留在我手里啊。那么除了这台机器是一台 Y 机之外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这台机器本身的质量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这台机器它的快门那个电磁阀是关不上的。我呢在换路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换原本的主板啊，我在换路板的时候是把这个东西也换了啊，就是它的快门本身是关不上，然后就会导致你这个片子过曝漏一大堆，因为它那个快门关不上肯定是过曝的嘛，啊，漏一大堆，然后这就是负责这个快门的一个这个电磁阀啊，就是这样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呢，我后来因为它店铺也关了，我也没法退，我本身呢也就没想着说把这台 Y 机再卖了啊。当然你判断的方式除了这个基本的一个样式上判断啊，你这编号它给扒掉了，然后很多人打开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一台拼的机器啊。它不仅是前脸拼的，很多地方都是拼的，就说白了这是一台尸体拼出来的机器啊。我呢因为买的嘛，你这总得修嘛，是吧？后来把它放了得有一年多两年时间吧，我就找人换了路板啊，这是他原来的主板，换成路板。换路板的时候呢，换板的人也跟我说，这台机器是一台 Y 机，你要不就是吧，你也不差这一台机器，你要不就把这台机器卖了得了。我就想说，我踩坑的这些东西啊，是从来没有说，哎呀，因为我自己踩坑了，所以我就把它卖出去挽回自己损失。就是我很多很多踩坑的东西直到现在还都在我手里自己扔着呢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啊，跟大家说，宝丽来这个东西啊，你买到的很多机器，哪怕你表面看不出来，有可能是个 Y 机啊。这里呢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啊，比如我说的廊坊 Y 机王或者燕郊 Y 机王张更元啊，他呢其实是有好几家店铺，他不仅仅是高宝丽来啊，哈苏、禄来也都有很多拼起来的机器，这个咱就不多说什么了啊，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清楚就 OK。然后呢，这个人有好几个店铺啊，反正我买的那家店铺他已经关了，但是他还有其他的店铺，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买过他的 Y 机，然后有一些朋友之前拿哈苏发现一直有问题，然后发现那也是一台 Y 机，然后他自己还在卖哈苏的各种拆机件啊。这个人怎么说呢，在比较早的时候啊，他的东西其实还是可以的，在比较早，就是他是比较早那些从海外淘过来机器自己给你维修维修翻新翻新卖，还没有到这种拼的机器的程度，在越往后他就因为有很多尸体在手里嘛，然后就开始拼机器啊，然后就成了很多人口中的廊坊 Y 机王。但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些事儿，我觉得啊，所以呢他就有好几家店铺各种各样的账号去来进行售卖，去坑各种不懂人，然后你不那个我是吧，卖多了大家投诉了多了，我关了换一家嘛啊，就这么干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为了不泄露个人隐私啊，我该打码打码，大家如果看到差不多这个地址，但是我现在也不确定还是不是这个地址啊，就燕郊的这个地址啊，大家如果看到卖家是这个地址，我觉得你就直接申请退款就行了，不要你不要去挑战一个人在面对金钱诱惑时候的良知，对吧？你想你卖一个 Y 机
也是这个钱。你卖一台正品机，也贵不了几个钱。那么一台歪机的成本可是低的很多很多的，对吧？就这么回事儿啊。好，其实关于这个宝利来呢，他坑的啊，坑的人不只是啊廊坊歪机王这一位，包括哈苏啊、禄来这些，我也买过很多这种拼装的机器啊，还有一些天津的等等这些，但是因为咱手里没有，所以呢，咱就不能胡说，对不对啊？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不想买到歪机啊，建议你不要太去说考虑说这个价格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啊，我这台机器并不是很便宜买的，我是按照市场当时市场正价买的啊，这台机器买的时候应该也是小2000块钱呢啊，是正八经按照正价买的，当时市面上也阿尔法一版本也就是2000块钱上下，我这台机器也就是2000多块钱，应该不太到2000，也差不多1900多买的啊。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不会在这方面去贪小便宜的啊。大家说到这儿，这台机器呢，我也不会出的啊，因为歪机嘛，完全没有必要说，哪怕它修好了，换了路板，没有任何问题了，我觉得，这种东西。扔在我手里啊，我该怎么用怎么用吧，反正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该修的都修了啊。然后你如果卖给他不了解的朋友，我觉得你就属于自己淋了雨也得把别人雨伞撕碎，对吧？咱不想干这个事儿啊。好，那么今天视频就这样，感谢大家。